雨中三着你，当睏也睏袂去，想要甲你讲枕头。若关心做无够，若温柔。喂啊！安怎啦？我找你领垃圾的衫啦。放在烫水的啦。妹，你来给我倒找一下啦，哈。有是放伫下下迄拖啦，你找看卖。哦。无呢，哎呀，倒找一下啦，哈。好啦。啊，伫遮无？有。啊！你唔是要辛苦？我来遐内裤啦。等一下，我才遐你啦。紧辛苦啦，规身躯臭汗酸嘻嘻。敢有？无呢？紧去啦。就细细找伊，找到我要烦恼死，吼！拜托的吼。金啊，金啊，金啊！啊，找我？无啦，我一世界拢找到头，找拢无。哎呦，这真是走去就死啊！真是。啊，是安怎啦？啊，无代无志，安尼走个胖去。煞唔知影哦，要逼阮兄弟嫁迄无无介意的人啦。阮三个母仔反对啊，伊一票对阮三票啊，介绍当个受气，我来就出去啊咪。啊，迄个对方唔是伫台北咧开病院，还佫做干院长。我听人讲，伊人品嘛袂歹啊，啊，你哪会反对啊？我哪有反对啦？啊，若阮兄弟也无介意，我总袂用讲逼伊去嫁予一个无介意的人啊。对啦，因家大个咧爱填补啊，啊，无伊条件遐好，伊哪唔嫁？我看哦，填补我着较紧娶出来，恁兄弟才会甘愿嫁。好啦，姐嘛，无我出来四界找看卖啊咧。好啦，真好。好。啊，等。啊，你这手有搁去用看，无较好无？有啊，搁较济啊。啊，姐嘛，才一千块咧，摕咧。唔免啦，姐。哎啦哎啦，迄个去用看有较利咧，好较利咧，吼。姐嘛，拢咧摕粗皮食咧做啦。啊，著嫁着啊，唔较有法度。好啦，我过来找看卖，吼。找个真少啦。好好好。啊，叫紧转来吼。好好。实在没有。美玲诶，好心好行诶，你著爱保庇恁哦，粗皮羊啊，紧转来啦。妈，你爸转来咧。拢找无啦！啊，庙口啊是迄你长辈啊，啊，搁恁弟哥食迄面蛋，你去找无？有啊，我一四季拢嘛找透透，也无看到爸兄子啊。这他是走去倒啦！有啊，哈，阿爸较早敢捌安尼，啊，厝内毋知倒有食饭。毋捌啦，迄天啦暗暝就转来厝啊，上届无倒来，日头落山哦，伊都毋敢一人倒来外口。我看吼，一定有人甲阿爸做伴啦。哦，台北的暗市哦，真正有热闹啦，摊贩咧真细心咧，都点点钱的咧。哦，真正拢唔知影节约能源啦。包包车出来是要坐街呢？台北市坐几十年啦，啊你是要倒啦？啊要坐啥？从遮台路坐啥？啊一个位。我若知，我免包你车啦，猪包。啊你唔知啊，我咧戆戆坐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我顶个捌来过啦 ，SOS 哦，哦，那做过啦，百货公司啦，好妖哦，你晓英文哦，嗯，啊，台北市上出名百货公司，三位囡仔嘛知呢，啊，我知影啦，今摆哦，就是我来的时阵是日时啊啦，啊，今摆是暗时啦，啊，这台北哦，电话一拍开，我看我逐条路同人同款拢有在路啦，哎，接了接了。对，那这快点哦，叫完叫完叫完，叫完了，哎呐！不顾啦，不顾啦！哦，你是走路，我唔走路啦。啊有走啊，啊，逐条看起拢遮尔咸，你叫我咩人啊？不顾啦，有咩无啦？啊，你点点啦？我
载你来啦。好啊，我原来你知咯，啊你知咯，我唔敢再讲啦，同我你白死，甲你遐输包的。点半呢？到这煞要入门啊啦，唔知影人的烦恼安尼。阿母，啊，爸还袂转来啊？啊，袂咩？囡仔，我看吼，干哪要报警呢？啊，无啊，阮出去这久也袂转来，身躯嘛无十半仙钱啊，是我都去倒啦。一通电话都无，安尼也唔知影讲咱安找到要公司。啊！我今仔还袂找到要倒，你定做我来淡薄佚佗的哦。啊！你也唔知倒来倒啊！啊！你开计程车来咯，唔知伊在倒，我也知伊在倒。啊！你也无我住址，也无我电话啦。啊！我车开也无油啊，啊！无你自我加油啊！无钱啊！无钱，搁较大声，车给我过的啦。你要倒啦？啊！到地了，你满足啊啦？啊！你敲门就要创啊？问看你今仔倒来倒啊？到公的咧，车无啊，袂晓敲地咧，问满足啊？听我讲好，啊！你莫甲讲啦，我伊唔知我台北来，好呀，我放尿啦。喂，阿叔啊，我今朝上啊啦。上啊，啊阿叔啊，佮打电话啥代志啊？哦，要找伊摕钱啦。嗯，我无欠伊钱，要甲摕钱。唔是啦，你粗皮熊啊欠我的啦。滚熊啊欠你，啊顶跩尾金蕉毋是甲你清好啊？不是啦，伊包我车去台北啦。包你的车去台北？欸，啊，我娘啊，这边人就叫来听电话嘞。啊，伊就咧甲我告车啊，就讲要找啥物院长啊。啊，知影是你话因那行政院，啊，毋是找拢无呢。我看你报一下住址给我较紧啦。无，你稍等，稍等。哦，恁爸拼去台北啦，啊，搁要找国清啊，啊，天暗啊，找无路呢。生的好无？四界放尿，你嘛拜托的。啊！嫂子。哦，好啦。哎、欸，阿宝，你的车去台北是一撮爱偌济啊？哦，6000啦。啊，我等下才该算到啊啦。好啦。哎、欸，啊，你等下哦，叫熊啊，打电话转来哦。哦，好啦，我会记，我会甲讲啦。哦，好。啊，我爸的消息来啊。变来到台北啊嘞！啊，是去台北从啥啦？啊，想嘛知去找国清啊！这尔忙，去找国清从啥啦？无怪恁爸讲你白目。恁爸吼，稳当是予咱三个业绩吼，变来到台北啦，要找国清啊吼，叫伊随来带你啦。我若约得无唔对，明仔载透早就到位。民视独家焦点档，轰动再轰动。最新现代经典大戏，无你较快活，无你较快活。景点，哎，这当时要做？7月7日暗时9点半。是讲今仔哦，明时拢做这个第一个节目，啊，若无吼，我甲你爸要唱阿听哩。阿母，你也唔知啊？阿爸昨天拢看迄个胡万年报新闻啦，啊，电视哦，特别拢做个平大声，拢嘛吵着阿叫。伊讲哦，伊啊一天无听着胡万年报新闻哦，伊就困袂去。那伊是要看新闻，还是要听啥困？唔准咧困，行啦！对，从今仔要对。啊，恁今仔日对。我卖咧假设啦，紧行啦，赶时间啦。哎呦，你想啊？我问蒋啊。你都比我车顶往冲啊？你比我还强呢。你莫来假啦！哦，你是强啊哦。
我就知咧。哎，你我俩准讲哦，我是真卡起老伙啊，你是要搞骗哦？你知死啊你！干嘛办事处？叶丁头，我的名，我的相片看清楚，你送。卖遐假啦！臭屁啊！你要创啊？啥？你两个都？竟然要偷看你的车？啊，车不是我的啊！白目啦！这台不是你的车哦？不是啦，啊，我的车咧啦。你的车在遐啦，你送。我的车是咱狗官用拖去啦，啊，我哪知伊来拖车啦？我哪知道我无可能有拖去啊？我咧讲拖车是咧送你的啦，啊，你走倒？我尿紧呢，啊，我走去放尿，要规副我去走因那看了了嘞，啊，怎么可以夹着？这要算啥个？你的代志啦，啊，你的车有拖去嘛？你倒代志啊？你卖完了啦，我知哪辆车啦，送你的哦，我无钱啊，啊，我嘛无钱啊，哎，无钱卖干呢？有钱啊，有钱呢。你阿妈，我阿妈困中昼啦。你阿妈也要起来，我见啦。有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进来，进来啦，这丢紧要啦，钱啦，我有代志啦，够交啦，啊，全部拢回去啊，跟你算啊，你是咧丢啥啦？你回去无油钱啊，你回来算，啊，你是咧？我听下，搞包车6000啦，啊，车用拖去1800啦，啊，你拖车算我的哦，啊，你搞包车不算你的，无算啥个？啊，车不是我停的呀，你，啊，你叫我停的呀，啊，你是？我进来来。要备钱算好啊！哎，别别，无咯无咯，来个台湾，那才有你付钱啦，袂用个啦。无喏，等你水底了，你不会解算啦。没事没事，别没事嘞。啊，无收费啦。啊，7800啦。啊，你怎？贵钱。啊，哪里买找两百？2800。没有再清楚啦。安尼对。莫莫，收啊收起来，你收起来啦。来备钱算好啊。哎，莫莫，啊，真正人收我死啊钱哩。好啦好啦。托平，我先来啦。哎，啊，你要走我边啦？嗯，啊，你甲我包一撮，你也无甲我包两撮，阿伯搁6000来啊。啊，你是谁？阿伯，赶紧，明仔载我贴机票，你坐上面。哦，莫遐赶紧。好啦，好，坐飞机较紧啦，一定要我先来啦，吼。真巧。死爱死你，较常来大医院嘞。我千万唔要坐飞机啊。阿伯，免惊，真安全，真安全啦，吼。哟，来来来来来，电话伫遮，要靠我嘛？啊，免啦，伊若输了，我家己会卡来啦。是讲阿伯遐半工找我啥物代志啊？啊，都，你知影无？阮祖爷讲要嫁予你啊啦！啊，你也无真欢喜啊？你听这個消息，你应该，哈哈哈哈哈，就爽唔才对。哎，我是跟你说真的呢，我女儿真的要嫁给你呢。啊，是你根本就无想要娶伊啊？兄弟，若真是要嫁我。我已经来穿，水，我哩啦！明仔载咱两个同齐坐飞轮机，等下水底了，啊，今朝好日头，啊，拢卖蹲底，随来嫁穿，吼！就是讲，婚姻是大事，我嘛需要和厝里人讲一下。哎呦，有效啊！安尼就对啊啦，来，紧卡电话。阿伯，是安尼啦，这过两天啊，我去美国开会，我是想趁这个机会，先说和厝里人参详一下。够呀！有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哟，那钱甲票票是咪倒？我要去台北啦，这早就要去哩哦。公司有代志，我要去处理一下。哦，啊，唔，都透早迄个什么爱普啊，打电话来都是处理去哩哦。系啦系啦。诶，啊，你昨暝哦，甲恁爸伫外口咧泡茶，啊，甲讲甲安尼叮叮当当，啊，到底是咧甲我拍哪凉，还是讲真诶？喂，我昨下甲恁交代清楚啊，恁拢未去诶哦。诶，恁家 OK 了哦。阿龙起来啊，去食早顿。哦。哎呦，啊，这阵迄落烧好，上烧了。我烧的啦，天爸真乖哦，去吃早餐。
我袂食啦，我咧台北喊你食早顿，恁食着啊。哎呦，这早顿上重要呢，你就是安尼啊，一个人伫咧台北无人甲你照顾，待食干三斤就好啦，难免食饱才去，吼。吴春诶，啊无你手是安怎啦？啊，这两天啊，伫田里遐个咧耕遐山啊，耕啊，特别闹热。好啊，好啊。天上的月亮啊，起来吃早顿啊。爸，阿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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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仔只带来先去吃早顿吃吃。你唔是讲今仔日要去看恁丈人爸？哟，爸，你无讲我煞无想到啦。啊，顶阵你载我往阮丈人爸去迄老人院啊，啊，你唔是先走？阮丈人爸吼找无你咧，哦，找到发现地啦。讲是你甲骗啦，骗讲要留咧含伊做同学啊，买啊无食。你去甲我交代咧，讲我这边一定爱甲你带来啦。我无瘾。哦，刚才迄天送伊去的时吼，我走得足紧的，要那无真正甲伊留下，倒下甲伊做同班同学，啊，阮两个人煞变成敢那一连食饭的新生呢。阿爸。叫多少？多少？多少？你出钱给阮阿爸去住伫遐啦。我伫遐吼，厝前后壁一四季我拢有去捞捞的，哇，遐是真舒适啊，啊，风景真水啊。我想哦，阮阿爸住伫遐哦，身体一定真紧就会好啊。当钱开了，无事是嘛得事是。多少？六阿爸。阿爸，哎，亲家哦，是发生啥代志啊？你哪要送去老人院啊？年纪有啊啦，食济岁啊，生意搁失败吼，阿煞常常安尼戆戆神神啦。啊，若无去甲送去老人院吼，凡事早晚吼会发生问题哦。阿爸。你后悔啊？等我再来，给伊较保重的吼。你即要是当作恁爸百岁人真济岁，迄亲家也是加我十几岁的了。你讲话哪遐含啦？阮丈人爸后加加嘛加你六七岁尔，哪有到十几岁啦？歹势，我是年尾囡仔，伊年头前加后加拢总加加，要加我十几岁。国校的时吼，已经毕业，我才拄入学啦。国小嘛才六年尔，考到十几，迄成绩是落第四摆呢。有剩的呀，甲囡仔讲的有诶无诶，今你三年都读不完呢。歹势，我三年是读到下学期的剩两工尔，就毕业安尼。啊，毋是读不完。你甲管，啊无，袂用你老实讲，恁老爸到底读国民校落第几届？三摆尔啦。我啊，我来加薄啊。阿妹，你早顿到底要食唔食？嘛，食袂落啦。你酒坐。我，好，我酒坐，我酒坐。好，我载你来吃头。好，我，阿兄，阿叔，我来哦。好，顺行来。听我讲哦，恁两阿姐都爱听啊，阿爸车开转来，阿姐互恁开去看恁丈人啊。我知影啦。哎，有春诶，有春诶，阿你也唔食哦，哈？我要到天宝来吃头，吃汉堡啦。拜拜。安尼，无恁两个去吃啦，哈。好。对啦，月英啊，好。啊，我昨昏有听迄大头兵啊在讲，讲你甲恁阿姐两个伫土地公庙遐讲话，啊是讲啥物话啊？哦，啊，我就想讲哦，阿姐阿弟要结婚啊啦，啊，我即个做兄嫂的哦，带去土地公庙啊遐烧香拜拜报平安啦。啊，我嘛顺续甲阿姐啊回信的啊。较早我常常甲阿姐啊讲，要甲伊分财产的代志，我感觉种唔对的啦。白白是兄弟啊，啊天上也有诶，啊这下嘛是应该有啦。对对对，你安尼讲对，安尼食饭吼。阿爸，你回来啊？在阮家呢，我才袂使回来哦。啊，你母阿咧来？来对啦，阿母，娘啊，好久不见呢。安怎？你思念我哦？我烦恼到要死的咧！你敢知影你安尼站下无伫咧厝的吼，害我一个人咧摸面罩被摸规暝拢睏袂去啦。知影我重要啊吼，阿伯对我较好啦，较歹了我生气的啦。坐啦。阿伯你若够了我生气哦，我着头发来抓我出去。就算讲你请迄八人大桥要跟我转来哦，你别甲我袂瘾转来啦，到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阿爸，乖，乖。你不要来！我跟你讲哦，有才调你即马随甲我出去，你
祖妈啦，请了八人大轿来甲你扛哦，我李满石三日才到头下啦。你安尼无讲无道，我哩载你出去，互我查某囝来找到要公事，你是毋知剩下人的烦恼啥？这无站在的哦，身躯无半身，搁敢想要包车出去？啊，若毋是讲今朝想要敲电话转来吼，谁敢死倒啊？哦，无钱转去包车，你怎个先站票走了？我去台北啊，有国庆搞派条的啦！以后莫讲台北啦，就算我美国，我同款敢包飞轮机飞出去啦，安怎？英弟啊，有你这款老朋友，真正是面子都下了了了。我当时下对面子呢？你敢讲无？无钱搁敢包车？啊，上我就跟我讲，我啊，转来就敢跟我算钱哦、喔。你就带伊国车体，咱这袂计较你。啊，上我伊就讲伊无钱偷加油，转来咱水底聊啊。我不等于嘛带伊去国庆遐。哎耶，迄拖车的钱嘛算我头壳顶呢。刚才我读得太清醒了，迄国庆条八千块，哦，我紧甲丢两百转来，啊，若无，迄两百去拗起，你看，两百你才有无？你甲差不多嘞，你。啊，用得嘞啦。去共台阿伯转来。出转来，出来。创啊啦。这啦，我咧讲啦。你知影国庆因到时做啥物款无？啥款？迄画素是画大画水画有派头呢。因弟若嫁予伊哦，唔若做院长夫人哦，从今以后伊就是少奶奶。哎，就过着伊个好命的生活啦！伊若好命，顶着咱后头厝啊！你看啦，我眼光有好无？唔那呢啦，国庆嘛答应啊！做客囝，要答应要带因弟的啦，做客囝。哟，老伯，你回来啊！这位小姐，你知我去台北无？知啊。啊，你知我去找国庆无？知啊。啊，你知国庆跟我讲啥无？中三条路，工困啊困袂去。